榜中榜最佳专辑入围名单，内地部分，曲婉婷《我的歌声里》，李宇春《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》，许巍《此时此刻》，张靓颖《倾听》。有请获奖者，你们说是谁呢？还有呢？要不要再给你们十秒钟的时间再尖叫一下？来，陈梦莹，恭喜恭喜，圈圈，恭喜恭喜，恭喜二位获得了我们这个最佳专辑啊，真的是很不容易。卓琳跟我们说几句话。非常谢谢Channel V， 然后谢谢华纳唱片。那因为这张专辑我自己投入很多，然后最重要的是歌迷也很喜欢，我很开心，谢谢。谢谢 Channel V， 谢谢星空，还有华语榜中榜。然后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这张唱片，其实是我自己的工作室独立企划并且制作的第一张唱片，可以得到这样的认可，非常感谢大家，也要感谢我的同事，真的很谢谢他们。然后也要非常非常的感谢青春无畏陪我一起疯狂的你们，谢谢大家。是离的人，你何时转